北京，北端北京钟鼓楼，南端永定门，一条全长 7.8 公里的中轴线，为这座城市确定了标尺。北京中轴线，它和北京城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。中国的建筑就像一个长卷画一样，要走着看。我们是流动的空间，流动的时间。It's very important when you shape the urban environme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maintain the human scale. 人间烟火，使这条轴线在时光的流转中生生不息，周而复始。时光自从开始就从未停歇，无论世事变迁、朝代更迭，流逝在这亘古不变的城市的中轴线上。它是这个城市的精神之内涵。